而言他，这心动降临在了春天还是初夏。 Oh my god， 我的脸怎么发酵到眉颊，情况很糟糕，已经发现了吗？这坏坏的笑呢，可爱到掉价。碰碰碰，气氛刚好，我想知道糖果和你的嘴角什么味道。碰碰碰，随着心自我介绍累，我的时间会谈，我想把过去拍成电影给你看，四百万的玫瑰的动作成了一点。你好，你说很高兴我能够遇见你，想要躲在你的旁边，请问可不可以？我瞬间激动到我不能自已，写一首十几岁听的情歌，可惜我没在那个时候遇见你。
成长。